第十篇，爱水的代价。黄婉文。有一挂人生做红阿面，看到比当年的人较有气，要唔过毛人留起来等，自细汉就比别人较操劳。这拢是随人的基因，不如个，即马医学美容遮尼发达，真侪人大只的银票碰咧去找医生，有诶要做目睭定唇，有诶要甲鼻仔梁骨贴较悬咧，有诶要甲国字面写做国字面。当然，每项拢着爱开钱，阁毋是小看钱尔尔。莫怪医美诊所满满是，病院的医生走去美容整形中心，甲人点斑、揉皮、抽油、做假脸。早前还未有镭射的技术。一挂查某人去开刀揉皮，无细字挂着微神经，煞连要笑要哭都无法度自由。新闻定定放送，某咪人去抽油，煞感染着胖秀英。某咪人挂钉唇，挂一个目睭大细蕊。某咪人面目内底带线，煞变成猫仔面，毋敢出门，阁爱开钱拍官司，真正是无家惹家累。为着好奇，我捌去甲乌斑乌忌点掉，嘛捌买诊所推销的产品。遐个医美业者拢足有嘴水，紧小介诊所内底贵三三个疗程，揉皮一摆几万块，后摆两三年就爱过来一摆，若无就会走山。听听咧，我甲伊讲，我转去考虑看卖咧。到阿伯阿人讲啊，迄五千块当作开眼界的学费，若要阁开五万、五十万，有影开袂落去。天公伯啊，到底是甲变老的机关安伫人身上的什么所在？是安怎？我若看到美魔女？不管伊个面抹甲外白，头毛呢甲外乌，腰束呢破，脚穿阁定酷酷。不过伊个目神是无法度抹人个啦。广告个魔力真厉害，我嘛捌看到医美诊所个广告，对人去注肉毒杆菌个虾。想要把下头的腰纹捂好平，结果足足半年变僵尸面，连目眉嘛无法度振动。等到目眉会当振动的时阵，腰纹又搁走出来啊！真正是落雨天压雨，无采工。生做歹看，毋是好康诶代志。毋过爱水，敢着爱开大钱。做人善良、乐天、好笑神，食食天然阁清气，环境卫生、空气好，家己加减学一寡掠灵、顺血路诶功夫，人若健康，就会水。
那是开大钱讨赔疼，阁母甲拍官司起小过，安尼就算袂好咯。